姐，今天怎么吃的这么素呀？哎呀，最近在控制体重，不想吃的那么油腻。那我们俩一起控制。哟，邻居吃饭呢。哎呀，到底是穷人家，连个肉都吃不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谁家吃不起肉了？我们吃清淡的是有原因的。那肯定有原因啊，穷呗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就瞧不起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吃过呗？没吃过。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几分像自己。来，吃饭。